融万象更出彩，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河南卫视与中新联集团优沃集团联合打造的中国顶级综合格斗赛事武林龙中队。2020赛季龙中队的榜单战拉开大幕，五个赛季的激烈角逐，七条金腰带的激烈争夺，在这里我们可以见证着无数年轻运动员的梦想和拼搏，更能看到七位金腰带拥有者的担当和守候。在这个铁笼当中没有安全地带，即便是作为金腰带选手，也要时刻准备着接受挑战。2020赛季，让我们共同见证着奔跑的后浪们。武林龙中队个人榜单战，五个男子级别，两个女子级别，七条金腰带，七位王者。每位选手通过比赛胜负决定自己的积分，挑战排位更高的对手会获得更多的积分。只有榜单第一才有资格挑战金腰带。王者之路，乘风破浪，武林龙中队隆重开战。首先为您奉上的是一场银量级的定级赛，蓝方运动员是一位藏族运动员。之前的比赛当中就跟大家介绍过，藏族选手啊，他们天生生长在高海拔的地区，经过科学的训练呢，他们的耐氧量比正常人要高，所以他们的在赛场上体能就非常的充沛，而且抗击打能力非常的强。比如说一扎，比如说荣主，都是这一类型的选手。那么今天这位藏族选手是否具备这样的特点呢？让我们大家共同期待。这位选手首度亮相龙中队的赛场，他来自陕西四海联城俱乐部，让我们有请跟错罗尔武。蓝方选手跟错罗尔武，今年19岁，身高1米79，臂展1米80。本场比赛也是他在武林龙中队的首秀。跟错罗尔武的对手是一位哈萨克族的运动员。之前我也介绍过，哈萨克族的选手呢，在基因当中自带运动天赋，他们从小就擅长骑马、射箭、摔跤，在铁笼当中个个也都是狠角色。共同期待今晚的这位选手，他在龙中队的战绩是3战2胜1负，来自商丘新威搏击俱乐部，我们有请哈萨克族的图尔道。同方选手来自中国的哈萨克族小伙图尔道，年龄22岁，身高176公分，臂展169公分，之前在武林龙中队当中的战绩是3战2胜1负。我一直在说武林龙中队是中国各个民族的大团结大融合的赛场，在龙中队当中少数民族运动员一直是我们中国力量的重要担当。今天晚上共同期待着两位藏族哈萨克运动员他们的表现。场上裁判员谢辉，武林龙中队隆重开战。Verify you granted yourself of the time. Follow the rules. Good luck. Back. J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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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 Ready? Five. Round one.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顶级综合格斗黄金联赛武林龙中队的比赛现场，我们在河南广播电视台八号演播厅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实况。我是评论员雨辰，在我身边的是特约评论员郑文琪老师，欢迎。大家好，你现在看到是一场银量级的定级赛，两位银量级的选手啊初出茅庐，蓝方选手跟错罗尔武对阵红方选手图尔道，一个19岁，一个22岁。跟错罗尔武一听名字就是一个藏族小伙啊，而红方图尔道是哈萨克族的选手。对，这两位银量级的选手身高都很高啊，两人都有接近1米8的这个身高。对，跟错罗尔武是179公分，托尔道176公分。哦，连续的进攻，没错。一上来我们看到跟错罗尔武的进攻更加的积极，是，似乎一点都不怯场啊。而且他的后手拳，尤其是他的后手直拳啊，刚才已经给他
带来了至少3次的有效打击。李胜龙托尔道这边后手，刚才那一下应该是托尔道一上来最有效的进攻。直接后手打倒对手了，是这个后摆打得相当的精准啊，也让我们为跟错罗尔物捏了一把冷汗啊。一上来虽然是跟错这一边更加积极，但是托尔道这边开始慢慢的掌握了比赛的节奏。没错，尤其是在步伐上啊，始终是控制着对手，让对手在自己的身边来进行游走。这就是一个后手轮摆没有轮到，对，还一个后手都抡得挺猛啊，把自己身体的重心都丢出去。这样其实还是蛮危险的啊，如果碰上一个喜欢打防反的运动员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后手再次打倒，连续想要进攻，是想要把对手拖到地面，对，继续地面打击，一条腿看看能不能勾进去，对，两条腿已经搭扣了。对，跟错罗尔武这边还是在想要去做防守，好的，转一转，连续在地面锤击，这边有左手，去掰着左手平了。我们看这边啊，应该是已经锁死了，锁死了。刚才这个跟错罗尔武非常的强硬啊，没错，虽然被对手锁晕了，但是没有拍。对，一直没有拍，然后所以主裁一直在看，对，所以也是抓紧时间叫停了比赛。我们看这边托尔道是抓住了自己后手打中对手这个机会，后面拿到了后边这个裸脚的这个机会，一个非常优势的把位啊，直接把对手带入地面之后双腿搭扣给了一个裸脚。在这儿也要恭喜一下红方选手哈萨克族的小伙托尔道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恭喜。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进行至第一局2分20秒时，红方裸脚降服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我们掌声有请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副会长兼康复分会会长牛刘栓先生为获胜运动员托尔道颁发奖牌。等一下打完比赛我给爸爸妈妈打电话，他们也很高兴，一直在等我。爸爸妈妈在等着你获胜的消息呢。是的是的。准备对他们说什么？我给他们说我胜利了，然后非常感谢我的好兄弟们，然后我很希望他们都胜利。感谢中新联集团优沃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节目由口味更加清淡、营养成分更多的奶粉新贵品牌瑞普恩赞助播出。河南卫视联合百度 APP 推出看电视抢红包的活动，各位在收看河南卫视节目过程当中啊，可以拿出您的手机，打开百度 APP 搜索河南卫视，边看节目边抢红包，100万元的现金红包等着各位。下面您将会看到的是一场雏量级的定级赛。蓝方运动员他是首度亮相龙中队，但是职业战绩是6战4胜，而且3次取得过终结的成绩，他来自青岛新疆国际搏击俱乐部。我们有请刘帆。大家好，
待他的表现。我们武力龙中队啊，这两年越来越受到年轻观众的青睐和喜爱，不仅因为是主持人长得帅，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运动员水平越来越高。今天我们现场来了很多年轻观众啊，我问一下，你们知不知道我们首位世界金腰带拥有者张伟丽，知道吗？今天晚上他的队友来了。下面登场的这位红方运动员来自北京黑虎搏击，也就是张伟丽所在的俱乐部，今晚是他在龙中队的首秀，我们欢迎王少翔。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综合格斗黄金联赛武林龙中队的比赛现场，我们在河南广播电视台八号演播厅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实况，我是评论员雨辰，在我身边的是特约评论员郑文琪老师，欢迎。好，蓝方选手这边来自于青岛新疆俱乐部的刘帆对阵红方选手王少翔。两个人年龄差了2岁，但是在身高臂展上，尤其是臂展啊，王少翔这边167公分的身高，却有着174公分的臂展，对，足足比对手长了9公分啊。我们看到维度上面的话，也是王少翔上肢和下肢的维度都看着更粗壮一些，是，而且肌肉状态也好，体脂看着也明显低一点啊。对，但一上来的话，刘帆这边占据了笼子中心的位置，嗯，一直在往前去压着，是。后手漂亮，两个人都是武林龙中队的首秀，所以在打法上可能会略显保守一些啊。上来还是在不断的试探对手。好的，双方现在一上来都是低扫为主，是。再来一个，又是一个，感觉刘帆在步伐的压制上做得略好一些。对，前上步。一直在压对手，对，抢一下到龙王顶膝，好的，漂亮，再来一个。肘击，踢到了退步时候的支撑腿，好的，漂亮。接下来感觉王少翔有点紧啊，是打的不是很灵活，放开，对，这是低扫，好的，顶击，漂亮，双方在缠斗当中一直在找要把对手连续顶击的这个机会，是。哦，连续左右轮摆，漂亮。
刘芳一上来更兴奋啊。没错，感觉王少祥这边更多的是在招架呀。对，有点紧，在跟着对手的节奏在打。对，所以你看自己的前手还是要多打一打，不要让对手在步伐压制这件事上做的这么轻易就上来了。还有就是往这边看看有没有摔的机会，然后就抱抢腋下，把对手往龙往上顶。对，又是一个顶膝顶肘。又是一个低扫。对，你看刘帆这边的步伐压制啊，很轻易就上来了。对，一个前滑步。王少祥给了对手太多占据中心往前面压的这个机会。没错。对，他应该想办法把对手给往龙边去压。是。来占据笼子中心的位置。有点让人着急啊，九公分的臂展在那儿放着，但是在距离这件事上却没有控制好，反而被对手压制得死死的。上步一个低扫，好的，低扫踢小腿后侧，是，再来一个，有一个，对，拳要出一出啊，再来，哦，连续扫对手小腿后侧起了效果，是，对手回一个，高扫斜腿，哎。往下去进地面了，看能不能压住。压进地面，进得很快。是。往上蹬，踩对手胯，要控制对手的脚踝。起身了。没有啊，没有啊。刘帆在刚才的这轮防守当中，地面反应还是很快的。再摔有没有机会？好的，摔地面，漂亮。刚才有抓龙网的嫌疑啊。还好啊，这个王少祥还是把对手摔倒到地面，而且压到了一个侧压的位置。压下去之后，这个体型的差距就看出来了。是，这个整个宽阔的背把那个刘帆人都给挡住了，尤其是在用鹰眼拍的这个角度、啊。对。哎，要骑撤、啊，要骑撤，但是时间不够了，哦、最后十秒钟了。好的，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第一回合。在我看来，我觉得我有点替王少祥着急啊，真的是自己的臂展优势完全没有发挥出来，而且九公分的臂展在距离这件事上完全没有控制好，自己的前手应该多去打一打，点一点，把对手往龙网边去挤，而不是让对手把自己给顶回来。主要还是这个感觉略显紧张，一上来没有适应这个比赛的这个感觉，是有一些跟着自己的这个下意识，或者说跟着好的，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我们看走完一个回合之后，双方到第二回合会不会有所进攻方面的改变？是，应该对对手的打法风格也是比较熟悉了。王少祥这边的主要进攻来自于他的低扫。对，尤其是刘帆现在的前腿啊，内侧已经有红肿的情况出现了，又是一个。有一个，刚才在比赛第一回合的后半段，哦，这个前腿已经被扫得很痛了。我们看刚才已经有点影响步伐了，但还不是太明显。我们看拳法上的话，刘帆是有优势的，他球拳比较快，而且比较放松，拳速快。王少祥这一边呢，一直在做，哦，后手打中，漂亮。王翔这边呢，还是要骗一骗对手，用自己抱摔的假动作来骗一骗。刚才第一回合后半段，他有两次成功的抱摔。哦，中扫漂亮。的确，对于王少祥来讲，这场比赛打到现在，确实有点，就我们说太实在了，是吧？
完全没有假动作的出现，而且基本上全都是在打自己的后手，然后腿的话就是一个前腿的低扫去扫对手的支撑腿、哦、又是低扫漂亮、嗯啊、他这个在扫完腿之后他这前腿不太能沾地了，是又是一个如果扫小腿后面的这个腓肠肌非常的痛，直接扫倒了、哦、扫倒了，看看有没有机会去压对手。好、哦、后手打中漂亮，拳还是要再出一出啊，还是在找机会。这回合其实王少祥应该乘胜追击一下啊。嗯。刘帆这边现在比较要是一个 对, 对。好，看双手身后搭扣，再到地面，摔进地面。这次地面进的比较早啊，嗯，看能不能压住对手啊，这边没有拉住安全带，是顶膝，好的，好的，继续把对手压住，顶对手再来顶膝，顶膝、哦、顶膝加后摆，嗯，漂亮，再来低扫，低扫、哦、第二回合后手前摆又一个王少祥，是慢慢可以连续左右变战，哦，这拳打倒，抓紧时间抱对手的腰，把对手往自己的身前来拉，控制住对手，对，喘息一下，这边有连续进攻的机会，哦，这个底线很重啊，再来连续的拼拳，是王少祥现在越打越自信，来了，对自己的前手早就应该出了呀，连续再来拼拳，我们看双峰，再来低扫，低扫。啊，打到第二回合、嗯、我们看到王少祥这一边第一次到地面，是刘帆现在想要去压王少祥，灯胯起来了、嗯哦、拿背，但是看看能不能带到地面，很难，这个位置对手压住，可以转过来，转过来压对手，是要做断头，这个把位挺深的，是压下来了、啊、但是后面龙网挡住了王少祥的发力、啊、是得亏有龙网，不然这个断头这么深的把位正在我们正前方能够看到出来了，如果不是龙网就做成了，最后一点的时间，第二回合好的，第二回合结束，是感觉这回合王少祥自己的进攻的战术安排越打越明晰，对，主要把自己的这个火力给打出来了，是看到王少祥在第二回合之后随着这个低扫慢慢的开始产生了这个效果之后、嗯、他的拳也给了对手更大的一个杀伤力，是连续的组合拳包括自己的顶膝还有肘击这些技术动作也全部打出来了，对，而且有一次把对手击倒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是稍事休息，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好的，双方第三回合的对决，嗯，让我对王少祥越来越有期待了，虽然是首秀，从刚开始的紧张然后到第二回合自己的战术安排和进攻意图越来越明显、嗯、这个过程还是非常好的一个反应，对，又一个低扫，哦，低扫加后摆，哦，再来一个，哦，好的，连续的平拳，连续的摆拳，对，我们看到因为刘帆的腿很痛，是，所以刚才对手虽然地上没有扫到他的重心都是在自己的腿上，所以被对手打了好几个重拳，没错，就是下、哦、又是一个，又是一个，你看他现在就是下意识的往自己的后腿上放，对，所以在撤的时候你重心一旦下压手又拿得不高的时候整个头部就暴露了，哦，这边我们看尽管右眼没有出血，但是刘帆的这个右眼已经肿起来了，对，浮肿的情况出现，又是后手，又是一个轮摆，王少祥是左右站架可以互换，嗯，
这个还是相对不错。哦，又是一回。对于刘帆来讲啊，现在既然在移动上，尤其是自己的前腿能够已经非常明显的影响移动和重心了，所以自己的手啊就一定要拿高，不然的话如果空隙太大再有王少祥后手过来的重击的话其实还是挺危险的。哦，又是低扫。随着比赛的深入了，我们看原本第一回合第二回合刘帆还能占据笼子中心，现在都被对手反压回去了。是，又是低扫，又是一个低扫。哦，后白。是，今天对于王少祥来讲这场比赛也得亏了是他的这个前腿跟后腿的低扫啊，让他慢慢的从垂直当中出来，看能不能把这个带到地面。半摔，好的，倒地面。进到地面压住对手，战术性的拖到地面。是，我们看王少祥上位压制。灯笼网想要把自己的身体做一个扭转，这个位置还是能够抽手去做击打，压的还是非常死，但是刘帆还是把腿给搭进来，想要去把对手给蹬开。对，这边锁住这条腿出来了，没问题，转出来，有机会控篮边，没有。对，抱对手的腿，慢慢的往上爬，往上爬。刘帆推对手脑袋，想把对手往下推啊。压住对手。这个位置，双手在对手的后腰搭了个扣，很聪明，把对手往回拉。这样的话呢就有更多的空间让对手往下躺一躺，自己再往上走一走。这边想往另一侧去走，是转到另一侧，双手搭扣，继续把对手往外拉，把对手拉出来。很聪明啊这个动作。好的好的，好，有一个拿背的机会，但是侧身却被龙王挡住。反观刘帆这边，好的，再往另外一侧去摔。这边很可惜啊，快要起身的时候又被对手带过来，不过还好。哦，抬脚漂亮，起身，再踩，是好的，肘击，肘击，再来摆拳，对。尽管王少祥这边一换架已经分不清楚前后手了，但是自己的重击依然很有效。对。整的还剩最后一点时间，对，又一个低扫，前摆，好的。哦，比赛打到三回合，双方也是拼尽了全力啊。是，对于双方来讲，这是一场苦战，也是一场鏖战呢、啊。对，现在不知道刘帆的这个小腿，伤的怎么样？是，但是他也让对手这个眉弓和鼻子挂彩了。没错，起码要有很长一段时间去恢复啊。对于刘帆来讲，今天在对手给出的低扫，尤其是攻击自己的前支撑腿的时候啊，真的是做得不好，防守做得不好。双方也为我们贡献了三回合的一场大战，是打得非常的漂亮。此刻一起来期待一下本场比赛的最终结果。下面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员30-27，二号裁判员30-27，三号裁判员30-27，比赛结果，红方胜。对，回去要跪搓衣板了，对不起老婆，输了。好，谢谢你。
来自北京太古搏击的王少祥，虽然是牛逼这边，谢谢大家，不客气，谢谢。第一回合找不到感觉，然后我从第一回合中段开始感觉稍微好一点，有几个重拳把他打懵了，打晃了，我感觉到了，但是我想冲进去，感觉这个时机没抓好。恭喜恭喜！哎，谢谢。嗯，这场比赛我准备了很久很久，哎，特别久，特别期待这场比赛。哎，谢谢大家。嗯，恭喜恭喜！下面您将会看到的是一场草量级的排位赛，蓝方运动员今天晚上首度亮相龙中队的赛场，他来自黑龙江龙云格斗俱乐部，我们欢迎蒙古族选手胡家树。天生就是摔跤高手，再加上龙云指导的调教，我们共同期待一下，看看这位运动员的地面技法如何。今晚他的对手来自商丘新威搏击俱乐部，龙中队的战绩是3胜4负。我们欢迎哈萨克族选手努尔·杰克蒂。红方选手努尔·杰克蒂。年龄20岁，身高167公分，臂展161公分。之前在武林龙中队当中的战绩是3胜4负。胡家硕的身后有着东北飞虎上之法、铁拳歌王高俊野等一众龙云高手的支持，而在努尔杰克提身后则是哈萨克军团。不管是之前的沙麦迪沙拉提还是苏哈尔，都获得了比赛的胜利。看看今天晚上努尔杰克提是否能够延续同族兄弟火热的状态。场上裁判员谢辉，武林龙中队龙中开战。Judge, time, ready, five, round one.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俱乐部黄金联赛武林龙中队的比赛现场，我们在河南广播电视台8号演播厅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实况。我是评论员雨辰，在我身边的是特约评论员郑文琪老师，欢迎。大家好，蓝方选手胡家硕，红方选手努尔杰克提。是的，直接抱摔，这个有点远啊。哦，顶膝，漂亮，顶膝给了，有一个顶膝。哦，努尔杰克提今天一上来的防摔做得不错。胡家硕是蒙古族的运动员，而努尔杰克提是哈萨克族的小伙。对，两个人一个20岁，一个21岁。哦，这边直接跳膝。是的，刚才然后压到了地面，连续的地面打击来了。哦，很凶猛啊，我们看，相当的凶悍。哦，胡家硕起来了。是的，刚才险些被裁判叫 TKO 啊。对，场裁已经提醒他要做反击动作了。对，那么杰克提因为知道对手要连续扑摔，所以几次都是做了这个摔法之后的一个反击。是，那在草量级这个级别，因为运动员的比赛体重只有52公斤啊，所以在赛场上把位转换非常的快。嗯，哦，要齐全的杂技又来了，继续往下砸。感觉努尔杰克提是卯足了劲儿啊。对，到侧面继续往下砸。 连续的砸击，漂亮，又是一拳。哎，这边胡家硕再摔，接腿之后又把对手带到地面，还是持续的砸击。哦，漂亮，还在砸。我们看
这边挨了很多次，但是还是能够起身。是。对于胡佳硕来讲，翻转了一下，比赛一到地面真的是太困难了。要转十字弓，我们看。十字弓，把对手给砸开，抽手。这边诺尔杰克提的这个战术安排啊，真的是非常清晰。又转一个，又要转。这个手没有握住，砸击之后要抽手，对，放弃了。这条腿已经往上搭过肩了，这边要把胯转一转，是，对，哦，抽出来了。下位的胡佳硕其实还是有一些想法和战术安排在里面。哎，这边直接拉倒，拉腿拉倒之后，看能不能前顶压住对手。好的，双方位置互换，嗯，好的侧压，这是本场比赛胡佳硕拿到的。第一个压制位，是，只不过自己的脖颈被对手给箍住了，没有太多的空间。对，这个位置想去做一个万福路不大容易啊，角度不对。哦，反身过来，来到南北把位，夹对手一个脑袋啊，但是作用不大，对，不能够完成窒息。这个光夹着头没有带手臂啊，是很难去锁死的，因为毕竟还有很大的空间在。嗯，我们现在从这个角度看到有一个缝，对，出来了。嗯，转身过来又要去，这边想做断头吗？断头，是啊，这个断头的空档还比较大的，是，出来了，出来了。断头没有拿紧，把位吃的不正，还是把对手给关进来，还是要转十字弓，是，哎，这边还是把对手给按住，而努尔杰克提这边还是想要把自己的手臂给抽出来完成砸击。啊，努尔杰克提今天好像并没有想要奔着降服或者脚技去啊，就是砸击，就是锤。看这边有没有转胯的机会，下位胡佳硕。然后往外抽头，把手臂给拉出来。而现在，目前在。下位的胡佳硕还是只能去控制对方，把对手关进来，不给对手砸击的机会。继续往下，是。我们看时间，马上就要到了第一回合。好的，比赛结束，第一回合，胡佳硕呀，一到了地面之后，的确是被对手带来了太多的砸击，然后。一度时间险些被叫了一个 TKO。 在比赛当中呢，我们看到胡佳硕这一边啊，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被对手压制的情况下进行的，是的，而且努尔杰克提在上位的这个锤击还是相当的凶猛，特别是比赛刚开始的时候，自己Round two， 我们来看在这回合当中，尤其是胡佳硕这边能不能有一些新的打法，而不是被对手一味的所压制。现在努尔杰克提依旧是把对手压到这个龙边的位置，是慢慢脚步上压制对手距离，对，嗯，确实一系列锤击之后，我们看胡佳硕左右侧的脸颊是有点肿，是。转身后摆，后摆，对，还是在脚步上往前去压对手，而胡佳硕还是往对手的一侧来绕。哦，
向前一周太明显了、哦、又是一系列的锤击、嗯、这三拳刷刷的就上去了。去蹬对手给上蹬、嗯、起来，对方对手起身、哎、抓紧时间压上去，哦，连续的砸击向下，可以控制对手一个脚踝，高斯往一侧来绕，人家说没有进攻啊，嗯，再来连续的进攻，这边上来了，哦，往下砸，漂亮，是，又是一拳击腹。对于诺瓦杰克蒂来说啊，就进攻的时候一下是一下，是看准了再打。他现在还是想要让胡家硕起身跟对手打站立，又是下潜，对，下的不够深，哦，漂亮，又是一击。控制对手的脚踝，还是在找机会做下砸击腹。往一侧来绕，而胡家硕这边第二回合有点太被动了，打上去，压上来，砸击，这边起身，刚才转过背之后啊，应该继续的去抱腿，是，现在好的，诺尔杰克提又选择了下压，嗯，哦，这个位置也是非常有优势的一个位置，是的，用腿把对手给弹开。刚才得亏顶进来了一条腿啊，不然这要拿到一个起撑位的话就又危险了。而努尔杰克提的拳速非常的快啊，没有给胡家硕留任何的喘息机会。哦，一个高扫，退得很快啊，胡家哦，漂亮，走，对，你的前手还是要多打一打，反正后摆，左右轮摆两拳，对，相比于胡家硕的出拳犹豫不决，努尔杰克提的出拳就相当的坚决，而且拳速也快。对，努尔杰克提啊，可以在压过去之后，哎，这边又倒了，是感觉胡家硕真的是疲于应对，都快有点体力不支了。好的，继续往下去压，大家十秒钟应该能够扛过第二回合。下砸，好的，双方第二回合比赛结束。这回合，胡家硕的劣势已经从在地面上的劣势蔓延到了站立时候的劣势了。诺尔杰克蒂来说啊，他还是全面掌控了本场比赛的这个节奏。是的，站立，因为对手没有办法给他构成太大的威胁，所以他的进攻打得也是很开，基本上火力全开了。所以前两回合应该都是诺尔杰克蒂能够拿下。好的，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那前两回合诺尔杰克提这边的优势还是挺明显的，那么如果胡家硕想要拿到本场比赛的胜利，这回合就要有决定性或者说实质性的优势。连续两个转身后摆，再来转身边拳啊，这打得已经非常的放松了，是，这种动作也做出来了，对，又是跳膝，哦，飞膝，步伐上继续压制对手。胡家硕我觉得退的有点太多了，对，自己五公分的臂展优势虽然不多，但是前手还是可以打一打，而不是一味的
在抱头，哎，又是跳膝，又一个跳膝，那边再来一个，一个哦，这边挡上中。啊，因为在连续围着这个笼子的外沿啊，转被对手连续逼退进攻，他同时只是抱头没有反击的话，裁判觉得他应该是在比赛当中没有太大的抵抗能力了，是的，直接叫停了比赛。再加上两个连续跳膝的打击实在是有些沉重，另外就是刚刚在举肩的时候有一个镜头，应该是胡家硕的右眼啊肿胀的情况也是能够，我个人觉得会影响到他的视线啊，所以说裁判也是叫停了比赛。在这儿也要恭喜一下红方选手努尔杰克提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恭喜。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进行至第三局58秒时，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有请优沃集团总裁张震先生为获胜运动员努尔杰克提颁发奖牌。下面您将会看到的是一场羽量级的定级赛，蓝方运动员他在龙中队过往的比赛当中输给过马和沙特，但却战胜过胡安尼西，他也是来自山东皓月搏击的一位哈萨克族运动员，我们有请黑豹亚森瑟利克别克。 Ladies and gentlemen,The blue corner standing 174 weighing at 6 kg, age 20, and his fighting record, 4 wins, 2 losses. And he's fighting out of Shandong province, Haoyue Fighting Club. I give you, Yasun Stanico!在龙中队的比赛虽然不多，2胜1负，在上一轮当中刚刚通过二番战击败了他的对手王景佳，但是他却是被认为在羽量级这个级别当中极具实力的一位选手，他就是来自河北顽石格斗，同样是哈萨克族的巴尔根。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month standing 175 weighing at 6 kg,Age 25 with fighting record, 2 wins, 1 loss. He's fighting out of Hebei province, Guanxi Fighting Club as well. Here is our各族的巴尔耿，年龄25岁，身高175公分，臂展182公分，比赛体重66公斤。他要参加的是一场羽量级的定级赛。目前在武林龙中队当中的战绩是2胜1负，这就是本场比赛的红方选手。那这场比赛两位都是同族兄弟，但是今晚要为个人荣誉而战，到底谁可以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呢？场上裁判员封印，武林龙中队龙中开战。
规则进行了解，听好我的口令，保护好自己，明白吗？握拳头，不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综合格斗黄金联赛武林龙中队的比赛现场，我们在河南广播电视台八号演播厅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实况。我是评论员宇晨，在我身边的是特约评论员郑文琪老师，欢迎。大家好，蓝方选手亚森，红方选手巴尔耿。嗯，两个都是同为哈萨克族的运动员啊。年龄上巴尔耿25岁，亚森是小了5岁，20岁，身高臂展上两个人差不多，巴尔耿175，亚森174，但是在臂展上巴尔耿达到了182公分。上来亚森要去抱摔，是，但这个抱摔企图太明显。嗯，拿对手一个腋下要别，哎，然后把对手摔倒，但是没有成功。一个前刺，我们看还是可以后手拳，后手，嗯，两位66公斤的选手就块头都很大，是这边可以尝试后退的低扫，实际上开场第一下巴尔耿的那个低扫还是很管用的。嗯，又是一个前手开路接后手，嗯，但是距离掌握的不是特别好。一上来双方打的节奏还是处在一个试探的阶段。是的，又是一个前腿的扫踢，转身后摆。在不断的游走当中，还是在寻找机会，向上的一个撩踢。嗯，上一场比赛巴尔耿是第一回合很快就终结了老对手王景佳，是，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他近期不俗的状态。嗯，那场比赛王景佳有点郁闷啊，感觉自己还没有打出来，嗯，就被对手给终结掉了。但是这场比赛双方只有一次尝试进地面，嗯，那么可能第一回合还是想在站立上多打一打，多消耗一下对手。接受摆拳，站上好人后蹬。嗯，今天转身的这个腿法用的比较多。是。哎，漂亮！这一波进攻很实用。是前手接低扫。又是一个后腿的扫踢。哦，前刺。打了一个迎击。又是一个转身的后摆腿，嗯，这两拳打得很扎实。对，亚森如果可以把自己连续进攻打起来的话，对于巴尔耿来说危险也是很大。是，刚刚又是一个巴尔耿的前手打到，嗯，尤其是亚森这边感觉在拳的攻击上力度更大一些。哦，漂亮，这个低扫。前手换低扫，已经第二次这样来换了。前手晃一晃他，就是给一个。扫踢，推一个撩踢。嗯。最后10秒保持进攻。最后10秒钟了。晃一晃他，晃一晃他，不要站得不动。哈！好的，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感觉第一回合双方。都是在更多的试探或者说防守反击当中度过了，对，打得都比较谨慎。嗯，对于亚森来说呢，他如果能把节奏带起来连续的进攻的话，我觉得还是进攻上比较有威胁的。是，毕竟他在拳上的力道相较对手巴尔耿来讲还是会有一点点的优势。对，对巴尔耿来说的话，怎么样用好自己进攻的这个节奏和自己的距离可能会
Ready, fight. Round two. 好的，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来看一下双方在第二回合在打法上会不会发生改变，尤其是巴尔耿这边啊，在上场比赛是降服了对手。这回合他还没有前排，这场比赛还没有更多的往地面上去进。又是一个中扫，底扫。的确，刚才就像郑文琪老师在局间的时候所说，我觉得亚森如果能把自己全上的组合打得更丰富一些，或者说输出更多一些，对他来讲优势应该会更明显，而不是现在感觉更多的比赛节奏陷入到了巴尔耿这边，尤其是在战力上，超人拳都是巴尔耿在带着亚森去走。中扫，进攻要再积极一些。是。相较于巴尔耿这边，目前亚森这边还是略显保守啊。后水圈打进去，连续的进攻，但都没有抡住。啊，想要去爆了，把胯撤出来，防摔做得很成功。哎，到了地面，地面，登对手，连续砸击，砸击来了。对，巴尔耿其实一到地面当中的时候，侵略性还是蛮强的。上场比赛和王景佳就是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哦，继续往下砸，是，漂亮，这拳很重，都是结结实实打中了。是，再转过来，哎，转身出来，但是并没有逃脱，有骑乘，巴尔耿继续上来骑乘了。亚森这边也是抓紧时间箍住巴尔耿的颈部，把他往自己的身前来贴，不给对手有击打的空间。连续的地面打击来了，是，封印已经提醒亚森了，要回击，要有动作出现啊，继续砸。我们看是转身回来，这个骑乘骑的还蛮高。这个位置想要出来可能有点困难，看看能不能踩到龙王。哦，这个位置也踩不到。对，但是做起桥的话又不是太能发力，挂腿的话也不好挂住，所以对亚森来说这个位置的确是有点尴尬。继续砸，是，对，这个位置可以继续砸的话应该是有机会的，是，把对手给拉平了，拉平。但是巴尔耿现在并没有想要去做裸脚啊，还是持续的砸击。对，还在砸。是，下位亚森还有反击。对，这位是连续的打击、连续做防守。对，巴尔耿很仔细，随时可能要叫停比赛。是，再去勾巴尔耿这边。对，这个腿想要往上挂，真的是不好挂呀。而且这个位置尴尬就在于已经被对手骑到了胸口处啊，对，就是即便有起桥，你核心力量能够发上，但是不能够把对手顶开也是徒劳。反身又给背了，哎，手是不是穿下去了？这边打了个腿三角。对啊，左手开始往下穿，把对手想要翻身过来去拉一下。这边应该控制这个位置再击打一下。再压平。压平。哦。哎，裸脚有没有？对，左手已经穿下去了，翻身过来看能不能控制住谁。哦，这个裸脚已经成了，估计应该是时间问题了。果然。哦，我们看在拿到这个后背之后啊，因为连续的砸击，应该是对于亚森的这个体能和抗击打是有了很大的消耗。最后在这个裸脚的位置，也是一蹴而就，直接是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是的，那在持续的砸击之后，终于拿到了一个优势把位，所以巴尔耿在地面的这个反应还是不错，也是在第二回合以一个裸脚的方式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恭喜。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进行至第二局3分54秒时，红方裸脚降服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巴尔耿拿下了本场比赛。
有请古林峰总导演制片人于雷先生为获胜运动员巴尔耿颁发奖牌。应该我觉得第一局就有希望了，当当锤的锤，转转转身获得再快一点，大就有了。这个回去好好练。等了好几次打不着，回去好再练一练。对，回去好好练，拿个球练啊，蹬着球，蹬着服了，对，结束了。嗯，我今天的比赛也是顺利的拿下，我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接到代码，下一程我要打铁鞋。好，继续加油。可以，可以，谢谢。下面您将会看到的是一场银量级的榜单战，这是榜单第六与榜单第七之间的较量。蓝方运动员在之前位列榜单，这个榜单的第一位啊，今年比赛呢应该说状态不是太好，所以成绩一再下滑，落到了第六位。今晚的比赛他不能再输了，他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一位运动员，黑龙江龙云格斗的铁拳歌王高俊业。训练不惜挥洒汗水，甚至抛洒热血，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在铁笼当中站到最后击倒对手，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今天晚上高俊野的对手非常的年轻，但是他在笼中队取得了三战两胜。我们有请来自谢雷搏击泰拳运动馆的运动员王洪恩。Ladies and gentlemen,We're going to standing 171 centimeters tall, weighing at 57 kg, age 20, with fighting dress, 2 wins, 1 loss. It's fighting out of China, Wang Hong.两位小伙搞个 CP， 他们来自谢雷搏击，今天晚上在擂台上他们全力出击，只为不让对手有一点的呼吸。Yo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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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What's up， Hey man， Yo yo， 上一场比赛当中介绍他们说可以搞个海尔兄弟啊，今天你别说还真像海尔兄弟啊。好，王洪恩目前银量级榜单排第七，高俊野榜单排第六位，到底两位选手谁能够拿下本场比赛呢？
场上裁判员赵子阳，武林龙中队隆重开战。感谢中心联集团、优沃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节目由口味更加清淡、营养成分更多的奶粉新贵品牌瑞博恩赞助播出。河南卫视联合百度 APP 推出看电视抢红包的活动，各位在收看河南卫视节目过程当中啊，可以拿出您的手机，打开百度 APP 搜索河南卫视，边看节目边抢红包，100万元的现金红包等着各位。场上裁判员赵子阳，武林龙中队隆重开战。我叫王洪恩，然后现在在谢雷搏击泰拳运动馆训练。然后这场比赛我的对手是高俊野，然后接到通知的时候打高俊野我也挺兴奋的，他是一名老将了嘛，之前也看过他的比赛，然后歌唱得非常好。这场比赛估计他压力也挺大的，因为前面两场已经2连败了嘛，然后这场比赛我希望我也能拿下他，然后让他3连败终结他。嗯，那就看他有没有这个实力了。因为比赛这个胜负就在一瞬间，也在于你有这个实力。按实力来说，我肯定没问题。行，这次我就不唱歌了，我就让他感受一下我的铁拳到底够不够硬。And follow my instruction at all times. Touch your gloves. Back your corner. Judge. Ready. Fire. Bomb one.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综合格斗黄金联赛武林龙中队的比赛现场，我们在河南广播电视台八号演播厅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实况。我是评论员宇晨，在我身边的是特约评论员郑文琪老师，欢迎大家好。高俊野对王洪恩的比赛，是一上来就要爆。好的，已经地面了，我们看，没错，两位银量级的选手，一位高俊野排在榜单第6、王洪恩排在榜单第7。是，那两个人的这场比赛的胜负关系直接会决定他们在银量级这个榜单当中的排名。对，直接转过去，漂亮，我要往后背爬，但是比较勉强，成功被王洪恩压到地面。好，要往上挂腿，看看另外一条腿，右腿能不能抽出来。想要把手臂往下拉，但是放弃了。这边高俊野两条腿一直在寻找一个砸击降服的机会啊，抓住对手手臂，腿往上爬，对，往上想要去挂，但是放弃了，最后把对手给关了进来。再推，对，然后手绕过来，有机会起身，是，可以先想办法往胯，把胯往外撤一撤。嗯，现在对手压得比较死，是，哎，蹬胯把对手给蹬开。高俊还是很执着，还是想要往上去挂腿啊，但是应该是锁不住对手，拉不进来了。对，刚刚一条腿转十字固过肩了，想要转十字固，举起来往下扎，哦，这下很重。哎，这个再调整一下，现在还没有，对，是，现在推住了高俊野的胯，要过腿，是，来到侧身位了，漂亮，哎，这边还有十字固的机会，那是手肘还是在外面，是，角度不对，哦，这边一条腿没有办法完全把对手蹬住，王洪恩可以想办法推对手的胯往另外一边过，是的，然后双方互给，
高俊也看看能不能把，好的，再顶住对手给蹬开啊。高俊元因为现在对手压制的这个力量比较强，是，所以连续的这样一下，哦，哦，连续的砸击下来了，再连续的击砸击，嗯，王红的这个压制啊还是比较有效的，是的，有击打也有过腿的这个动作，哦，又是击服，嗯。往前去顶，其实现在如果王宏恩想要持续压制高俊杰的话，可以把高俊杰往前推一推，嗯，找身后的龙王，嗯，还是要去踩胯，打肋部打头，一拳打肋，一拳打头，还是有持续的进攻输出在，嗯，所以场台赵丹老师也不会把他们两个人叫起。好的，继续往下，我们看王宏文的压制非常的牢固，是，而且不给对手有太多做降服的空间，嗯，所以啊，高俊言能不能有机会先想办法起身啊，对，就是持续被对手这样压制也不是个办法，对，而且不是个常事，因为时间在一分一秒过去，这样的话，嗯，那这一回合肯定是会要丢掉的。哦，又是一个砸击。注意不要打后脑。场裁赵子阳老师也是在提醒王宏恩，小心不要打对手的后脑。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所制定的，对于打后脑这件事情，零容忍。最后十秒钟了，还是持续的压制对手。好的，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那这一回合其实在地面环节还是王宏恩在整体的压制上做得不错，而下位的高俊彦也是尝试了想要去做三角脚或者说手臂十字固这样的动作，但最终是没有成功。啊，对于高俊彦来说啊，在第一回合太长时间在下位跟对手进行周旋，让他没有拿到这场比赛第一回合的这个优势啊，也是。Round two， 好的，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嗯，高俊也在这回合肯定要改变一下自己的打法，对，打得要更主动一些，是要占据主导位，对手还是要抱摔，哦，漂亮，嗯，这个时机啊，撞得很好，是。好的，再往后背要去走，是。看看能不能起来，这边把身体啊可以转过来，先破开对手的扣，哦，对手搭了一条腿勾想要进去，好的，嗯，高俊彦反摔转过来，高俊彦现在到了上位，在这个位置看看高俊彦能不能持续的压制住对手，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完成一些有效的打击，这对于他来说第二回合来挽回一下第一回合的颓势很重要。什么？站起来，站起来，啊！哎，这边高俊元想办法，先是有些击打之后，然后慢慢的过腿，嗯，是。现在是想要做手臂三角，但这个位置因为那边是龙网，不太好做。嗯，因为没有空间了，身后已经，哎，出来了。啊，王宏恩转出来了。双方在一个50-50的位置，是。要把腿出来，好的。往上蹬腿，对，要控制住对手一个脚踝，嗯，反正这样冷不丁的上蹬还是蛮危险的。哦，击服，漂亮，漂亮，又一个，再来，嗯，直接连打带过到了半防，是，
对于王洪恩来讲，现在还是控制住高俊野的一条腿。其实高俊野在这个位置还是有机会抽腿到齐乘的。对，慢慢把腿出来了。是，让王队手后背走。嗯。哎，好，到齐乘位了，漂亮。对，在这个位置看能不能齐住，翻身过来拿断头。哦，没有了。是。这个位置也不太好做，刚才是在龙网边。是。起来，起来，不要。站起来。啊，如此看来，王洪恩在地面缠斗的过程当中，绝对力量上并不输高俊雅，又是一个击服，又一个连续的砸击。这边有往腋下偷，是偷的这个拳法的这个空间。这边是可以有击打，上手要书包带脚。腿勾另外一个需要搭进去，然后再想办法把对手给斩平。左腿还没有往里搭进去，好，左腿搭进去了，出来了，转过来，反身过来搭了一个身体三角，这个扣基本上已经搭上了，但没有顶到膝盖上，但没有顶到膝窝。好，在这个位置我们来看王洪恩这边。对，被对手控制的比较牢，所以对高俊野来讲，就是手可以打，进可以攻，就去布置裸脚、哦。连续的砸击，我们看，嗯，这个位置控制的很牢啊。是，哎，手穿过来，但是很难。哦，这边裸脚的机会、啊、应该是成了。在掰对手，啊，拍了。对，果然是，第一回合其实我们感觉高俊野好像有点哑火了，但是在第二回合。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啊，最终不管是在地面压制上，还是最终的裸脚都做得不错，还是拿下了这场比赛。对，对于高俊野来说啊，他一旦占据上位的压制，给对手带来更大的这个比赛的压力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王洪恩还是没有能够敌过高俊野的这个比赛的经验。是的，在这儿也要恭喜高俊野在第二回合用裸脚的方式完成了比赛。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进行至第二局3分29秒时，蓝方裸脚降服对手，比赛结果蓝方胜。还接触地面呢，给你吆喝的听不见呢。是不是就像你教练说的，你拿自己最短板，对对，跟人家的长板来去拼。对，平常我喜欢打点力的，但今天上去就是老进地面，兴奋过头了。不是你想，那你第一局一直有压着这个，肯定是有优势的。你有优势，你还想把优势扩大，这是很正常。如果再下一回再好一点，没事。还有，着急了，着急了，有点。我看都赢了，我也着急。你再不赢，你的颜面何在？哎呀，这个积分一降再降，真的是。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小弟弟吧。对你比他大8岁。对对对，我叫小弟弟，对，他赛前年轻气盛嘛，放了狠话，狠话，说要让我3连败。我一看不行啊，小伙挺冲啊，我得精神点儿呢。现在第一回合，哎，就想着急要了，也是着急了。我要我大师哥在下边喊，我确实还着急。然后压，他一下来，后来我一看，有防摔，当时没想防摔，对，就完全是就想打他，就想打他，直接就是要了，就直接给他 K 了，或者对。你确实也要回归状态了，你今年一直状态都属于没有达到那个很兴奋的。对对对对对。而且之前打的也的确是那个
生重打的有点太累了，打不动了。对，正常打吧。好吧，好吧，对不对？跟随大师哥的脚步。对对，还是要，还是要这个咱龙云的这个牌子在这放着。嗯，对，我不能丢人了，不能给我们老师丢脸。还是一起加油。好，谢谢，好，谢谢，谢谢。